First, we install the handle. 第二步，给仪器注水，从加水孔加水，加到一水孔一出水来之后，说明水加满了。And then add the water into the inlet hole until the water out of the outlet hole. 然后插上电源线。 Plus up the power line. 开机。 Switch on the machine. 这里有三个波长，一个是10645325。 There is three wires length. 1064755532. 我们先示范一下1064。 Click 106. 进入1064界面之后，这个是能量，这边是频率，这个是脉宽，这边是计速器，然后这里是一个红光指示灯，这个是温度，这个是一个工作的按钮。 After click 1064, here is energy, and here is frequency. It's plus pulse counter, temperature, and start. 返回到主页面，我们点进去这个755。 Back to menu, click 755. 这也是一个能量，然后频率一个脉宽，然后这边是一个状态栏。 Except at the 1064. 然后532。 Back to manual, create 532. 也是能量频率，然后一个脉宽，然后这边是状态栏。 1064跟532的区别呢，就是1064针对于深色的，像黑色还有深蓝色一些色素纹身，532的话是针对彩色的。 像黄色、红色这些的话，可以直接用532去除；755的话，主要做一个焕肤，还有就是黄褐斑扫斑。现在我们来操作一下皮秒。 Now we start this pico laser treatment. 一般能量的话，我们可以从200到300这样子起调，频率是一。 然后按工作， 然后开始治疗，这个是一个治疗手柄， 这里的话我们这个是可以转换的， 我们把1064按过去， 这样子就是用了一个1064， 这里按过来就是一个532。 开始治疗了。 这样子打得泛白就可以了。下来。This is 532 and the transfer the 1064. 1064. Now we start treatment.